呢個直情係成就解鎖啊！即使喺圓山大飯店，宋美齡嘅泳池游水啦。咁耐冇見大家，今日咧就提圓山啊，台北嘅圓山同大家聯誼一回。我哋而家就去聯誼會。嗱，我哋用咩聯誼呢？可以打網球啦，可以游泳啦。右手边网球场，直去咧就系游泳池啦。哦，因为啲咁多啲州呢度嚟，迟啲过嚟吧，我都嚟。古色古香嘅中式建筑入边咧，有一个咁靓嘅、咁标准嘅泳池，系冇穿越咧。咁呢个咧就系联谊会啦吓，圆山联谊会嘅历史咧，同呢个圆山大饭店一样咁耐嘅，超过半世纪。屹立不倒噶啦，咁啊曾經咧亦都係宋美齡最中意喺度聯誼嘅地方嚟嘅，大家都認得。嚟到呢間咁有歷史價值嘅圓山大飯店啦，咁啊身後邊呢一間嚇已經超過半世紀屹立不倒，台北嘅地標嚟嘅。咁啊今日喺呢個聯誼會咧游完水啊，呢個標準池嚟嘅，亦都係宋美齡曾經喺度游泳嘅地方。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傾呢一個我自己嘅偶像咧，宋美齡。點解話佢係我嘅偶像呢？除了佢好 elegant 之外咧，我去過士林官邸啊，參觀佢嘅住所啦，咁留低咗好多佢好靚嘅旗袍，佢好 slim 嘅，佢到咗咁嘅年紀嚇，即係100歲嗰陣時都好 slim 啊，咁啊106歲，佢得以善終嘅兩樣嘢，106歲，第二樣嘢善終，兩樣都好緊要。第一嗰、那個 quantity 嚇，嗰個 lifetime 好長，跨越咗三個世紀，佢係十九世紀出世嘅，咁啊千禧係啦，咁啊跨到廿一世紀先至過身啦嚇，跨越咗三個世紀。咁第二樣嘢佢係善終嘅，佢屋企咧，佢喺呢個 New York 嘅屋企咧係瞓喺度，慢慢咁樣好平靜咁樣死去嘅，蒙主重建啦嚇，插住啲喉管，死又死唔去，生又生唔得，行又行唔得，講又講唔出。食又食唔到，其實嗰個係一個 torture 咯，我唔覺得係佢嘅 lifetime 係即係夾硬拉長咗，不過係一種折磨咯，一種人生最大嘅折磨。好似宋美齡咁樣咧，喺屋企瞓喺度，瞓瞓下蒙主重建咧，呢個係最大嘅 blessing 嚟嘅。咁點解宋美齡可以做得到富嚟嘅？咁啊就唔關錢嘅事嘅。咁啊咧同大家分享咧，宋美齡長壽嘅八個秘訣啊嚇。第一個秘訣咧。就是大家知道的了，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。 他吃东西就很健康的，素食为主，少吃多餐，他一天吃午餐的，每天吃五分饱，吃很少东西的。所以他到了106岁都很 steam 的，死的时候都不是肥胖，肥胖有很多问题，百病丛生的。第二件事，他是很早就开始灌肠的，我都知道宋美龄是坚持灌肠的，他每天临睡之前都会灌肠，排了一些毒出来的。其實我都去了台北灌腸嘅，灌完都幾舒服嘅，將嗰啲毒素排出嚟啦，令自己冇咗便秘啦又係。然之後咧，咁啊佢堅持按摩啦，日日咧都有呢個侍應幫佢按摩啦嚇，朝朝都會按摩嘅，五歲之前都會按摩嘅，兩個護士幫佢按摩嘅嚇。咁當然佢咁有錢，佢揾真人按摩啦，冇錢嗰啲買個 Osim 咯，咁又簡單啲。第四樣嘢就係佢有虔誠的信仰，大家知道咧，其實佢嘅爸爸咧係一個 missionary， 係一個傳教士嚟嘅嚇。宋美齡嘅爸爸咁啊係中國第一批嘅傳教士嚟嘅。咁啊宋美齡屋企全部都係虔誠嘅基督教徒。佢每一日咧都係讀聖經嘅嚇。咁啊相信咧，即係佢將所有啲嘢交咗俾上帝咧，個人咧就好平靜嘅。所以宗教信仰係好事嚟嘅嚇。第五樣嘢啦，就心境好平和。其實咧同佢宗教信仰有關嘅。你一旦相信 second life 嗰陣時咧，你而家呢個 life 咧，你唔會咁計較嘅嚇，唔會大喜大悲嘅。保持一個好平靜的心態啦，咁啊對你的身心都係有健康係有益的。第六樣嘢戒酒戒煙，咁當然啦，咁啊宋美齡唔食煙唔飲酒啦，咁呢樣嘢都緊要噶嚇，對自己的身體啦、呼吸系統啦、皮膚都係好事嚟嘅。咁第七樣嘢咧就係佢好中意閱讀同埋書畫嘅。咁咧我去過咧宋美齡士林官邸同埋草山行館，咁都有佢啲畫作噶。佢係跟呢個國畫嘅大師啦，趙少昂啦，冇記錯係學師嘅。咁啊，佢畫畫好叻嘅。佢啲書法咧就冇蔣介石咁靚嘅。佢蔣公嘅書法咧就靚過佢啊嚇，據聞啦嚇。咁啊，佢日日咧都係畫國畫嘅喎嚇。咁啊，亦都係陶冶身心嘅一個方法。
大家記得陳鋒光生的媽媽也是很長壽啦，都係畫畫，佢有呢啲調劑自己的生活，同埋咧防止老人痴呆嘅，保持呢啲咁嘅興趣。第八樣嘢，作息時間充足，睡眠充足啊嚇。咁啊，佢每日咧就係、是、準時11点上床瞓覺，第二日9点以後先起床嘅。其實瞓得好緊要啊，就簡單啲講句啦，食得瞓得屙得三得就得噶啦。呢樣嘢呢個都係我追求嘅嘢嚟嘅。食得咧就係話你冇便秘嚇，唔會話食好多嘢。咁啊排泄好正常，唔會積聚好多嘢喺肚腩嗰度啦。咁啊瞓得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全世界而家都面臨呢個問題，失眠嘅問題啦。咁啊大家可以即係、就是、放鬆自己身心啦嚇，自己睡眠正常啲啦，或者食翻啲 supplement 啦，有好多 supplement 可以幫助睡眠嘅。食得瞓得係啦，屙得長壽咧，仲有最後一樣嘢啊！頭先呢個所謂嘅八大嘅秘笈唔好講嘅就是、運動咯，做多啲運動。不停地做運動。我昨天呢在泳池游水的時候跟隔壁那個救生員聊天，他是做護理的，他跟我說他的肌肉量不夠，上了年紀之後你知道、就是、肌肉一直會流失的。我現在做很多大氧的運動，拉筋、大氧運動、瑜伽、游水，不過都不行，他跟我說要做一些重訓。我都相信是的，特別是大腿的肌肉會流失的，你 jogging 都訓練不到肌肉的， jogging 只不過是大氧運動而已。所以呢接下來我都會去 gym 咯，我很多年沒去 gym 了，即是我二十多三十歲的時候都去 gym 的 California 尖沙咀那間 California。 那後來他執了之後呢我就沒去了，因為我的錢都未用完就用不到了，即是你知道 California 執了的時候大家都拿不回錢。那現在呢我就會去 gym 咯，是啦，即是到這個年紀的時候我都想自己肌肉呢鍛鍊回。那因為我自己爸爸呢由於肌肉流失，我媽媽都是啦，開始不行得咯，80几岁了，老人家都有這個不行得的問題，你不行得呢就個生命的質素就基本上沒有了。所以我要嚟緊呢，我今年的目標呢是啦，大約了54岁生日願望，我今年要去翻 gym 練翻自己的肌肉回來了，希望下一年給到一個全新的學名生給大家。游完水最緊要吃翻啲 supplement，我推薦你吃這一隻日本的 NMN 15000 Plus 的 Kines 這個品牌，因為這個呢我現在試緊，是唯一一隻呢可以增加你頭髮髮量的 AM。 原本是牛山突突的、這個、地中海，怎麼變成多有頭髮呢，就吃這一隻，吃了7个月之後呢就會見到效的。其實我現在吃了1个多月呢，我粒頭髮是少了的，那大家可以試一試這一隻日本 NAM 15000，我會有一個網址留在留言那裡，推薦給大家吃這個日本的 NAM。 如果你是有脫髮的問題或者是想延緩衰老的話，都可以試一試。推薦給大家吃這個日本的 NAM。 如果你是有脫髮的問題或者是想延緩衰老的話，都可以試一試。現在游水了，現在時間夏季是6点半開始，冬季是6点半開始。幾時沒游水呢？即係四月游除了少し歩き疲れたんだ。月の日の表現だけど人生とかいう長い道を少し休みたいんだ。少し休みたいんだけど時間は刻一刻残酷と。